就今年4月15号，林中医他在凌晨3点抛弃了我，离开了我。我从3点。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到差不多11点的时候，我打电话给他，他听到就给我挂断，然后就关机了。因为许纯梅爱林中医爱得很深很深，所以呢就想不开，衣服换一换，准备要到搜狗大楼跳楼自杀。我隔了半年之久才会想说要出来开记者会啊。所以现在是已经离婚了吗？早就离婚好几年了。好几年是多久之前？忘了。那他有打你吗？没有。所以离婚的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是什么？他提出的。他有外遇吗？没有。那他为什么要跟你离婚？我不知道。那离婚了，为什么今年四月才那个离开你？我也不知道。一天他跟我说不到3句话。那专心的学佛，有没有还想要再找其他的男朋友还是男友来陪你啊？我现在哈，第一放下爱情，第二放下帅哥，第三放下亲情，第四放下财产，第五放下名跟利，还有连这条命我也不要了，我妄言放下。我现在的心情是这一辈子最清净、最快乐，也最欢喜，真的。